My favorite is huoguo, Chinese tea. 我特别喜欢叉烧包, 小笼包, 北京烤鸭, 应该是煎饼果子, 20几年前, 到北京, 就是每天早上就出门, 路边摊有煎饼果子就吃, 觉得, 当时不知道是天津的, 以为是北京的, 叫北京早餐, 我们天天吃的, 所以有这么一个可以回忆到那个时代, 就想到煎饼果子。 比较喜欢的中国美食可不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？兰州牛肉面，我也特别好吃。我现在就是很喜欢吃，觉得味道特别好。我觉得这个名字要改一下。我们第一次点了说牛肉面，然后因为它开始它的开头是牛肉面，结果没有找到那个找不到的那个牛肉。<笑>最喜欢的还是川菜，火锅就是我最喜欢吃的，辣子鸡也是很喜欢的，然后重庆小面。 宫保鸡丁，或者 maybe 火锅，或者上海的 young dumplings, I love it. 西藏菜，比如说烧烤或者这些的烤肉，但是湖南菜、湖北菜、四川菜是非常好吃的。糖醋栗，yeah, I like it. I like the ramen. Shanghai is seafood also is very famous. Seafood. Yeah. Do you like 锅贴? Just behind you. Oh, yeah, yeah. When I go in, back in Beijing, also I take, oh, really? Take away. Yeah, really. Take away. Yeah, really. Thank you. So I like it, yeah.